又看言情小说被抓了吧？哎，别写了，别写了。自己剪留好了。被男人碰过后就没有体香了。一起。谁送的？哎，这花儿。估计就是他之前暗恋的学长。谁送的？许信。啥时候做完？啥时候走？你看我也能像看题那么认真吗？不用电也行啊。你不是说你要自杀吗？